桃竹竿上的记者人目前位在新北三重的中正南路与崇安街口。我们透过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，目前这边可以说是浩劫过后满目疮痍哦。因为在今天早上大约接近6点左右，上方的忠孝桥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拖板车翻覆事故。那透过现场我们最新的状况可以看到，虽然现在已经过了快要大约3小时了，但是货柜桥上的这个护栏呢，还是破了一个大洞。因为当时呢，这个货柜车呢是直接上面的钢梁直接翻覆散落了一地，那桥梁的防护栏、隔音棉、钢筋、水泥，就如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，当场直接被撞了一个大洞。那钢筋、水泥呢也直接散落到了地面上，场面是非常的触目惊心。但也幸好当时桥下没有人经过，没有造成伤亡。但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桥下停放的车辆呢，直接被这个天外飞扬的横货钢筋桥梁砸中。那现在呢，整辆车呢是挡风玻璃也裂成蜘蛛网状，那整辆车呢几乎是已经半毁的状况。这个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也没有办法修理了，但是目前我们维修的人员也到达现场。那刚刚呢一度是有想要试图把这个钢筋来搬开哦，但是好像因为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把它搬开，那这个维修人员目前也先稍微的撤离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根据了解呢，这个翻覆的货车是一辆载运台北双子星大楼钢梁的货板车，但当时呢它从清晨从桃园出发，今天的这个路段呢就因为不明的原因翻覆。那根据驾驶初步的说法，他是说当时转弯后只听到碰了一声东西就掉了下去，那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也不清楚哦。但由于这个忠孝桥呢是双北通勤的要道，平时交通呢就已经非常的繁忙，那台上桥上呢是回堵了大约超过2个小时。那目前呢桥上还是中华路段这边匝道呢是全面的封闭，因为现在呢这个拖吊车啊也在悬吊来要把这个事故排除，所以目前呢桥上桥下都还是非常的拥塞的。那后续的状况呢以及事故原因究竟是怎么发生，我们将持续在现场为您掌握。我们将时间镜头站棚内。